今仔日一透早，都有人送花来第四分局。这花是分局为着庆祝明仔妇女节特别准备的。因为明天是三八妇女节嘛，那我们分局有15位女性的同仁，那我们利用今天的时间，赠送他们鲜花，表示感谢他们，也慰勉他们。7位的工友同仁，另外还有我们的员警、我们的巡官，还有我们的帮我们准备伙食的同仁的太太，都是我们台西一家亲啊，所以我们很感谢他们啊，所以我们都准备了鲜花来表示对他们的肯定跟谢谢。分局长表示，第四分局准备15份的花蕊，是特别感谢女性同仁过去一年来对社会以及对家庭的付出。分局的用心，也让收到花的警察拢非常欢喜。很谢谢各位长官的照顾啊，然后在这个特别的节日，然后送给我们这种这么特别的小礼物，然后让我感觉很温馨。谢谢各位长官。因为明天就是那个妇女节，然后分局长特地提前一天庆祝，然后准备这个小礼物送给我们，然后觉得很开心，觉得分局长也很用心。一年一度妇女节今年刚好在礼拜六，让有放假的女性朋友除了庆祝妇女节，也可以陪家里面的人过一个快乐的假期。记者吴荣品采访报道。